咗啫。小盖子，停车！少爷，他是个停车。吁！哎，快下来吧！哼，还是你们家少爷有人性多了。接啦！走啊，发什么呆呀？好了，再吵就下去。小盖子，马印好了，准备上路。少爷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摸黑赶路怕会有危险吧？哎，喂，我有个主意。我们家少爷不叫魏，他姓葛，哥哥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，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啊？喂，你们不是真的想晚上在这里过夜吧？这可是荒郊野外的，要是跑出个什么豺狼虎豹的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最好真要有豺狼虎豹，先把你吃了，我跟少爷一落得耳根子清净。如果你急着赶路呢，你可以先走，不必勉强。小盖子，我从来没有在野外过夜过，凡事嘛总有第一次，我就舍命陪君子，陪你们啦，免得你们寂寞。我们呀不寂寞，那边有路你自己走啊。少爷，柴不够，我再去打一些啊。好。我们晚上吃什么？没什么好吃的。切，看你这样子就是身无分文，搞不好啊还是逃难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不过啊，本少爷身上可是有银两的，我们呢可以找间客栈，有的吃有的住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哪来的客栈？最近的城镇呢也得赶好几个时辰的路。
在抓鱼是不是？咦，这倒挺新鲜的。不好心救你，你不感激也就罢了，居然打人，早知道让你淹死算了。你这人真是忘恩负义，我们家少爷根本就不会游泳，为了救你都拼了命了，要是让我们家少奶奶知道了，还不心疼死啊。什么？你成亲了？小个子，不准再提那个女人。少爷，葛少爷，刚才的事对不起啊，我是一时失手。一时失手？你打人耳光还能一时失手啊？我这是本能反应嘛。本能反应？你还能不能编出其他什么歪理来？我没了，没理就没理嘛，本能反应亏你编得出来。哎，本来就是这样嘛，两个大男人抱在一块儿，我呸，多奇怪呀。喂，你想想清楚，我们家少爷那是在救你命啊，你别这么别扭好不好，跟个大姑娘似的。小盖子，你别闹了。哦，小兄弟，你衣服湿了，来烤一烤。哎，好啊，谢谢啊。你脱下来嘛，这样干得快一点呢。我不脱。就我们三个大男人，你怕什么？谁说我怕了？我只是不习惯，我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光着膀子。娇生惯养的公子哥，别管我了。好了好了，算我多管闲事。你爱怎样就怎样吧，到时候你着了凉啊，可千万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。少爷，衣服干了，快披上吧。好香啊。那，小根子，是吧？遇见我们家少爷，算你命大，不过就是苦了我了，还得伺候你。你这也叫伺候？差远了，我家的下人可是从来不敢跟我顶嘴的。嘿呦，你家下人？那请问你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呀？我爹他是……是……算了算了，不说也罢。哼，就知道你糊弄人。哎，小盖子，你们到哪儿去啊？湖州。湖州？真的？太好了，我也要去湖州。
刚好那儿我不熟，正好我们相互照顾着。我们该你的，你说的倒顺口。小盖子，你不要这么大脾气嘛，看你们家少爷脾气多好。哎，为什么你一提起你们家少奶奶，他脾气就这么大呀？他脾气能不大吗？我们家少爷，哎，别瞎问啊，我不会说的。哎，他能把你家少爷气成那样，一定是你家少奶奶的不好。才不是呢，我家少奶奶人可好了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次他是鬼迷心窍了还是……哎，你这人怎么管那么多呀、啊、你？总而言之，我们家少奶奶已经不是少奶奶了。哎，这么说，你们家少爷现在没有老婆啦？嗯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奇怪，你怎么对别人的事情这么关心呢？我就什么都不说了，一个字我都不说了，讨厌。暮雪，暮雪。我爱暮雪，喂，我爱暮雪，别再叫了，再叫会被人看见的。哈哈哈。哇，流星雨啊。红酥手，黄藤酒。满城春色宫墙柳，登峰恶欢情薄，一怀愁绪几年离索。错错错，你呀别心烦了，世上的事还不都这样。所谓自古多情伤别离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是百年身，你又何必作茧自缚呢？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哎，我呢天生就是磨人精，我爹都拿我没办法。有一回呀，我跟我爹一起去京城，结果我爹啊，哎，小盖子，我跟你说，我跟我爹去京城。少爷哎，你们俩嫌我啰嗦啊，我今天就偏要缠着你们不放。哎，小盖子，哎，小盖子，替我向岳父大人问好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你不怕我留下来就不走了吗？我要是怕的话就不会送你到这儿了。至于你想待多久，相信我不用开口你爹自然会提醒你，谁叫你是我魏景龙的妻子呢？快进去吧，你们父女久别重逢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我明天再来接你回雪原。驾！老爷、夫人、小姐回来了。爹，娘，娘，女儿，爹，你可回来了，娘还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呢。哎呀，孩子，这些日子你到哪儿去了？你那只绣花鞋可把我们给害惨了。是啊，绣花鞋。哦，你没事就好。回来就好。
是啊，女儿，快让娘好好看看。你不是景儿，是暮雪。嗯，娘，我是暮雪啊。暮雪，你真的是暮雪？是啊，我真的是暮雪。娘，离家半年多了，现在才回来看你们，女儿不孝。你这孩子，你还知道回来呀、啊、你？你知道不知道这半年当中家里发生了多少事啊？老天有眼，可怜我呀，让我失去一个，还能找回来一个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有什么话呀，咱们进屋说去。女儿还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不，娘，其实很多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我知道静儿替我尽了不少孝道，也受了很多委屈。暮雪啊，哎，原来你都知道了，还跟景儿见过面。哎呀，你说你们，哎呦，这个裴元啊，你真沉得住气。原来你们都见过面的。对不起，姨父，当时的情况实在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谁哭了？这是高兴。哎呀，暮雪知道一切也好，总而言之能够平安回来就行了啊。嗯，是啊，娘，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你们了。哎，老爷夫人，我看到小姐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我没有看花眼吧？你真的回来了。小妍喜，小妍喜，你可要看清楚，她不是魏家的少奶奶，这是杜暮雪，你从小伺候到大的小姐。杜暮雪？对呀。哼，小姐，您从北京回来了。嗯，您是回来了，可景儿小姐却走了。小姐，您回来就太好了，您一定要为景儿小姐讨回公道。景儿怎么了？景儿走了，她离开我们了，离开这个家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爹，景儿她投湖自尽了。是伤透了心，一时想不开，所以才会投湖自尽。伤透了心？谁让他伤透了心？这还用问吗？他之所以会去庙会烧香祈福，也是因为你呀。他怕你对他不谅解，所以想在你回来之前为我做点什么，好让你安心。可能就是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情，一路上越想越难过，才会做出这样丧失理智的行为。小元喜说，你走之前打过他，骂过他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我求求你不要再打小元喜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不要、你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我，可是那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了他，
容不下他。你害我成了千古不赦的罪人。想不到把锦儿逼上绝路的竟然是我。小姐，这就是锦儿小姐的房间，你小心点，我先去院子把风。威廉，我曾感谢老天把你带到我的身边，让我成为你的妻子。虽然我们至今有名无实，我仍相信你我之间的缘分。我走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。也愿你和如烟姑娘能幸福快乐。锦儿留，果然不出小妍希所料。锦儿说她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没有道理去寻死啊！不行，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什么叫身不由己啊？夫人饶命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夫人饶命啊，饶命啊，夫人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。饶饶我吧，夫人，我不知道啊，夫人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夫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魏国王，你在干什么？夫人，饶命啊，夫人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想必这位就是如烟姑娘吧？你就是真的杜慕雪，是吗？如烟见过姐姐。
姐姐？以前的魏夫人，我都是这样称呼她的，所以我也该这样称呼你，不是吗？我不是什么魏夫人，你还是叫我杜慕雪好了。哦，原来是，长得还真像啊！你干嘛装神弄鬼的来吓唬人呢你啊？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吧？什么叫做身不由己？你听错了，我什么也没说。贾丽夫人刚死，你们又长得这么像，我是被吓坏了。你别血口喷人，满嘴胡说八道啊你！杜小姐，惠姑她是个粗人，要是有什么地方冒犯了，还请杜小姐又发生什么事了？包涵，慕雪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听说了锦儿的事，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回来祭拜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你怎么不早点通知我，我好派人去接你啊。这么晚了，本来不想惊动大家，可没想到还是惊动了府里的上上下下。怎么这么说呢，这个雪原本来就是你的，你才应该是这儿的女主人啊。杜小姐，您要在这儿住下来？锦儿是我父亲的义女，也是我的好妹妹，为了方便每天早晚祭拜她，我决定暂时住下来，也算尽我这做姐姐的一番心意。这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威廉，既然锦儿现在不在了，我就先住她的房间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姑爷，把您的行李搬到我们小姐房里来，可以吗？啊，不用了。小妍喜，把我的东西搬到书房里去，我今晚睡书房。姑爷，恕惠姑多嘴，这慕雪小姐和夫人长得如此相似，这下人们见了，恐怕要和惠姑一样被吓着的。再说这灵堂还没有撤呢。这还不好办吗？就说是夫人的姐姐来了，来整理她的东西。杜小姐说的没错，免得下人们弄糊涂了。杜小姐和夫人长得再像，也不可能取代夫人的位置。既然收拾了东西，又为什么没带走呢？因为你根本没想到你会一去不回，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事？慕雪，怎么一夜没睡啊？到现在我都无法相信锦儿已经死了。请你相信我，虽然我从来没有爱过锦儿，但是我从来都不希望她的血缘过得如此痛苦。锦儿死得不明不白，到现在尸首未见，我实在无法接受。不管怎么样，锦儿的死在道义上我得负一部分责任，尤其是对你爹。你爹把锦儿交给了我，我不但没能好好照顾她保护她，还让她死于非命。
所以暮雪，我决定去向你爹请罪。静儿，我苦命的女儿，愿你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啊，暮雪回来了。顾夜也回来了。爹。爹。你别叫我，你没资格叫我。魏景荣，当初我是怎么把景儿交给你的？你又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没错，他是去顶替暮雪的。可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大可把他还给我吧。是你的一片诚意，才让我把他留下的。可是你呢，阳奉阴违，瞒着我们，把柳如烟那个女人弄来欺负他，让他受尽委屈，逼得他活不下去。魏景荣，你还是人不是啊？啊！爹，是我不好，没能照顾好景儿，让她含冤而死。我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你了，你还给我的是什么？是个灵位。一个灵位啊，连个尸首都没有啊！啊，你对得起我吗？爹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身子要紧。你还我的女儿来，还我的女儿来！爹，您怎么样指责我，我都没话可说，因为我不是来为自己辩白的，今天我就是来领罪的。您想怎么样对我都可以，这是我应该承受的。你就是把你千刀万剐也抵不了我女儿的一条命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。爹，老爷，爹，老爷，你别生气了。老爷，爹，爹，保重自己的身子要紧啊。暮雪，你别阻止爹，只要爹能够出口气，你就让他发泄吧。凡是你说的，今天我就打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爹，爹，你先坐下，坐下。就算您今天把他打死了，景儿也活不过来，保重身体要紧。你给我滚出去，滚。你走吧，就算你一直跪在这儿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，只会气坏我爹而已。你走吧。爹，对不起，您请保重。滚！小云溪，快来，爹，您坐。爹，要不要我让小云溪去请大夫来啊？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死不了。我要留着一口气，替景儿讨回公道。我要睁着一双眼，看他魏景荣的下场。老爷，我去给您泡杯参茶，补补元气。快去吧。嗯，爹，您别生气了。我给您拿杯水。爹，你怎么会有这个金锁的？这是你从小就带在身上的，后来你长大了，你娘啊就帮你取了下来，爹为你保管着。
爹，为什么锦儿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？难道我和他？是啊，你跟锦儿是双生姐妹啊。难怪我一见到锦儿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，原来我们真是姐妹。可是爹，当初为什么会把锦儿给葛家当丫头呢？娘又怎么舍得啊？母雪，事到如今，爹就把你们姐妹俩的身世全都告诉你吧。是爹对不起你们姐妹俩，也对不起你娘。其实你的生母，她叫白化谦，是当年爹在杭州经商的时候认识的一位红粉知己，她为我怀了你们姐妹俩，可是爹却无法将她带进家门，她不愿我为难，便留下了你销声匿迹了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怀的是双胞胎，就只好带着你回来，瞒着你娘说是我抱来的孩子。你娘曾经因为练功受伤而无法生育，她看见你如此可爱，就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的疼爱。可是锦儿如何流落到葛家，我真是一无所知啊。那我亲娘呢？病死了。当时我抱着刚刚出世的你，根本就无法多停留。后来我派人四处打听，才知道他患了痨病死了，但是孩子的事儿我根本无从得知，直到锦儿进了咱们家，我才慢慢怀疑她是我的女儿。后来我又差人找到了当时的奶娘，才把这事给确定了下来。也许是冥冥当中的安排吧，让她还能重回我的身边。如果当年我多一点勇气，多一点担当的话，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悲惨了。难道爹从来没有跟我娘提起过要拿我亲娘为妾的事吗？你生母的个性柔弱，而你娘呢，个性又太强，我担心她会以为我是嫌弃他不能生育才纳妾的，到时候怕他容不下你，所以我不敢贸然对他坦诚我和化谦的那段感情啊。大概是上苍不忍心见我们姐妹俩分开，才安排我和锦儿在城隍庙相见。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，只是我没想到锦儿的命运更悲惨。这一切一切的悲剧全是我一手造成的，老天啊，你为什么不取了我的性命代替锦儿的性命啊，让我弥补我对他们两个人的亏欠啊。爹，这不能怪你，娘和锦儿在天之灵都不会怪您的。
别打了，爹当初不告诉你，就是太在乎你的感受了。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就饶了他吧。好啊，你现在就只会帮你爹说话了。我这个从小把你养大的娘，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娘，你这么说不是折煞我吗？你是我娘，你是我娘，我一辈子都认你是我娘。虽然你没生过我，但是你养我，你疼我，我怎么会不认你呢？我只是希望你出了气以后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你原谅爹吧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父女两个，一个老古板，现在有女儿替你说话了。行，你们不要我，我就走，我把这个家都让给你们父女两个，你们过吧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娘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要走，我不走，留在这儿等你们下出客令吧。啊！哼，娘，你这分明是气话吧？这个家是你跟爹辛辛苦苦守来的，就这么走了，你舍得？我有什么舍不得？这家又不是我的，这家是你们的，我是外人，你们俩现在团聚了，行啊，你们是这家的主人，我走。我走行了吧，不然省得你们赶我。你怎么会是外人呢？你是这个家的主人，是我爹的老婆，是穆雪的娘吗？你爹的心里只有那个叫什么白化谦的人，都死了，他对他还念念不忘呢。我跟了他20多年，他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，我还不如一个死人呢。你说说，你爹他这么对待我，这公平吗？我这个脸多难看呐！我受不了这个气，我得走。娘，哎，娘，我不许你走，我不许你走，你让开！娘，我不许你走，你让开！哎呦！我收了你们杜家20几年呢，我还自鸣得意的，没想到我丈夫的心全在别的女人身上了呀。哎呀，娘，你就看在女儿的份上原谅爹吧。你说他这么做算什么嘛？我是你一手带大的，我可只认你一个娘啊。你说我要是没有那两下子，你们杜家还不得妻妾成群呢？这么说你是原谅爹了？不是，我是看在你面子上。死丫头。